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龙。今天我们要拍《买快斧》第三集。OK， 放下 BGM。OK， 开一下我们的买快。OK。既然我们矿坑要在这里，继续挖。哎，矿坑怎么不见了？要建在这里啊？应该在这里吧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不对，应该在这附近。哎，那矿坑呢？先回家好了，冲啊！我可爱的小家，冲啊！快到家，啊，不管了，先睡觉。OK， 继续。还是方形的太阳。OK。继续，你从这里挖下去。继续往下挖。完了完了。OK， 把这里挖掉。找到。
错。就这样，一点点，再来找。OK， 继续挖。OK， 这只实况先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在影片下方按订阅或按赞，谢谢，拜拜。